停留。哎呦我操！斩七情六欲，还斩七情六欲呢？你怎么不说你是先帝？我操！先帝为何混得那么惨？谢谢书生，加速飞。OK， 谢谢我们的这个彩虹岛。既然这个有这么多道友在这边修仙的话，那我祖传了一本那个叫八荒剑法啊，今天10块钱卖给大家，要不祖传下来的啊只有一本啊，今天看大家是有缘人啊，所以10块钱卖给大家八荒剑法，学习了你们就无敌了啊，就可以成为神了啊，可以成为神了，出去干什么都可以啊。哦，别急，漂亮，哇！噔噔噔，对，就一本啊，就一本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拿到我这本八荒剑法，不然拿不到。哎，我操！嗯，有点小难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OK， 滚起，漂亮。来抬车头拉飞。哎，你们觉得人死之后会有一个死者的世界吗？还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是跟睡觉一样啊，一片黑。谢谢雨。应该会有吧，是吗？OK， 漂亮。我预计的话，因为生命真的很有奥妙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这个世界，乃是这个宇宙。这个宇宙当中，有这个所谓的神存在。因为毕竟这个多维空间那么神秘奥秘，特别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怎么说呢？最特别一点就是啊，这个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的生物，都是一些类似于大脑的一些东西足够的，然后包括大多数动物还有什么的，都是有大脑这个结构的，包括外星生物。那为什么就那么巧都有那个东西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就那么巧呢？难道你们没有想过吗？重生，我发现离异开的图都是脑残图，真的脑残啊！在飞出去的一瞬间。漂亮，搞定。离异的图真的脑残，我去，真的脑残，全都是抬车头，喜欢这样子。